超用电子涨了一个多月，还可以追吗？这我早就跟你讲了，咱即摆要看下一个所在。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我是 Andy， 欢迎龙哥。嗨，妹妹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们之前聊过的车用电子啊，今天真的是热闹滚滚哎。可是大家应该不太敢追哦。那如果要提前布局下一个族群的话，该怎么看呢，龙哥？是的，这边我们来帮大家做个追踪。先前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三大落地产业，所以三大落地产业我们在低档的时候就带大家进场来去做布局。那相信呢，现在大家都已经掌握到一个丰硕的果实了。所以这种落地循环向上的产业，你一定要再怎样，在它开始落底的时候，这边就开始进场来布局。所以可以看到，这6279虎脸前坡底部是打得多么的扎实啊！虽然汽车这个产业迎来一个什么暴利复苏，所以暴利复苏的情况之下，加上特斯拉，我们也跟大家追踪过，被列入标普500的一个成分股，会吸引什么被动式基金呢进来买这个？原本说这市场上可能是只有一些短线上的一个投机客在买特斯拉，但是目前被动式基金、退休基金、养老基金都要必须被迫持有 Tesla 这档股票，所以呢，整个电动车会怎样水涨船高？除了 Tesla 之外，其实很多这个汽车大厂也是在投入这个电动车研发，包括丰田、Toyota 或是宾士呢，这边都有在着手进行。所以相关的个股，中哥认为涨多震荡，利用这震荡量缩拉回没有破底的时候来去做布局。那如果你这边涨多不想去做追加的话，中哥认为说这边你可以往下一个方向。这下一个方向是哪个方向啊？待会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下追踪，保留一下。对，除了这虎脸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顺德也是呢一根呢涨停板。哇，那顺德到底是做什么的？导线架。那这导线架它是一个 Tesla 一个供应链。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呢是大幅的调高平等。那事实上这档股票其实我们在上礼拜就已经开始布局了。所以呢，加入众客群组，其实你就可以领先这样领先市场来布局这些什么落底复苏的一个产业。那顺德这边涨停要急着卖吗？众客认为你不妨啊等到接近外资目标价了80%之后，再来全部获利下车就可以了。再来我们看到这6509的聚合，在上礼拜，应该是说这礼拜，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电池电解液，我们跟大家提到这6509的聚合，那可以看到昨天呢也是呢一根长红 K 棒做了一个表态，所以呢整个汽车产业投票。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开始从车用零组件然后慢慢转移到电池这一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什么嘉百玉就是一根的涨停板上来，这整个电池产业今天是这样活蹦乱跳。那电池产业又跟什么有关系？跟储能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电池嘛要充电嘛，所以储能这块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去多做留意的。所以呢，这个我们总跟他们说接下来的方向可能会转往这个氢能源这一块。如果你有在追踪美股的话，昨天美股涨得最凶是什么？除了电动车之外，还有氢能源这一块。那氢能源其实说实在，这已经讲蛮久了，也炒了，也是炒了一阵子，但是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因为就是要电动车在那时候还没有很普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因为现在电动车已经开始慢慢要普及化，所以氢能源这是各家的大厂势必是怎样在投入大笔的资金进来去研发。所以啊，美股这边氢能源往上去做喷出的情况下，我们这边就要好好多做留意了。台股的这个资金流向会不会开始流到这氢能源概念？那这6282的康舒其实股价也有做表态，这边可以去多做留意的。再来看到什么8996的这个高丽呢，这边也是横向打了一个底部形态。那如果说资金流向有开始流入的话，这边就有机会这样走出一个族群性的行情。这些呢都是我们喜欢去看到的一个行情。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电池储能嘛，那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一定赢了。昨天在节目上我们有跟大家做个分享，专哥认为说这档股票原本是亏损的，那这样明年要赚一个股本，赚两个股本，甚至有法人呢，法人已经估到赚三个股本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这营收真的爆发上来的时候，这边的股价会往上喷到哪边去呢？所以回过头来看一下，目前盘面上还是有很多题材股在这边活蹦乱跳的。那钟哥在昨天有跟大家讲，大盘短线上来到这边会震荡，那震荡呢是很合理的。其实涨这么多，你会不会想卖？身体你会不会想卖？一定会调节一下，一定会想说，我先获利一点嘛，留一些部位来去参与这个行情。所以来到这边，有人会想卖，那当然也有人会想进来，因为空手观望的买盘，还有空单停损的买盘。
都会再进来，所以呢，会让这个卖盘跟买盘这边呢，让这个行情呢陷入一个震荡。震荡不代表说行情要马上反转，而是呢等待呢下一个方向。所以目前呢行情这样，今天呢量缩价稳，那又怎样？短多又开始持续，短多持续震荡盘，我们就是看个股的表现。至于说有哪些个股，像这储能概念股，有哪些可以去做布局的，或是我们跟大家提到三大陆地产业，还有哪些还没有发动的，就请大家加入中哥 Light 跟 Telegram。以上，谢谢。是感谢龙哥分享财经即时通，我们下次见，拜拜。